自己从来都没有找到答案，发现自己在一个圆圈里拼命奔跑，结果不过是一次次重复的循环。我想要突围，我想要打破这个圆圈，我想你知道，在努力寻找这个世界，在圆圈中找到你的支点，结果不过是一次次重复的循环。你想要进入这个世界啊，龙姐，发现自己在一个圆圈里拼命奔跑，结果不过是一次次重复的循环。你想要突围，要打破这个圆圈。这个世界，但是 I don't care， 是谁要画完这个圆圈，但是 I don't care， 你想要进入这个世界，但是 I don't care， 是谁要画完这个圆圈，但是 yeah!